第五十七届电视金钟奖戏剧节目类男配角奖得奖的是李明顺逆局。以其多年累积的表演功力，使谭队这角色有血有肉，有情有义，还充满着魅力。得顾体制，又要容许下属越线，矛盾之间透着动人的坚持，文武之间都是纯熟的掌握。明顺大哥没有来，我在这边帮他领这个奖。谢谢第五十七届金钟奖给了我一个很奇迹的晚上，谢谢金钟奖，谢谢所有评审再一次给我肯定与鼓励。这个入围的里面啊，就有三个影帝，还有呢？还有一个这个男配角专业户。对。对不对？他一个人可以拿好多好多好多的奖项，所以他们都没有在手软的。嗯，好，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啊。对，入围的有戏剧节目男配角奖，入围的有吴康仁、斯卡罗，台北创造电影有限公司。我是昌隆分局刑事侦查队队长李明顺，逆局，天宇电影有限公司。自己人怀疑自己人是怎样？还是我这个 team 吧。你们都已经那个这个。陈家奎，四楼的天堂，行者影像文化有限公司。可以请你不要说教吗？我早就知道赢不过你。张广成，华灯初上，白玉数码创意股份有限公司。我有名字哦。刘冠廷，火神的眼泪，东透鸟电影文化事业有限公司。我是佛山人，范文贵。薛士林，茶经，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。我是差黑哦。好难啊。但是答案已经在这边了啦，那因为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，所以我就赶快了哈。好，原来这么难开啊。第五十七届电视金钟奖戏剧节目类男配角奖得奖的是李明顺逆局。以其多年累积的表演功力，使谭队这角色有血有肉，有情有义，还充满着魅力。得顾体制，又要容许下属越线，矛盾之间透着动人的坚持，文武之间都是纯熟的掌握。明顺大哥没有来，我在这边帮他领这个奖。稍等我一下。口罩。谢谢第五十七届金钟奖给了我一个很奇迹的晚上，谢谢金钟奖，谢谢所有评审再一次给我肯定与鼓励。谢谢爱奇艺，谢谢天宇电影，谢谢庄炫伟、陈冠中两位导演，谢谢一同在现场工作的制作团队和演员们。今年的入围者个个都是影展入围的常客，并且都是得过奖的好演员，和你们共同入围已经感到很荣幸。我今天能够上台真的是很侥幸，谢谢我的经纪人、经纪公司凯沃、吴峰先生以及我的经纪团队。最后谢谢我的太太方文帆和我的儿子 Z。 近年来的各平台创作的作品真的都越来越强，也让我对于表演的热忱越来越增加。我会全心全意继续努力在我的工作上。近几年合作的团队平台都非常用心，在制作及创意上，每每拍戏都有感受到影视圈大家的投入以及热忱。未来我们一起加油，让世界看到更好的作品。谢谢。谢谢颁奖人，也恭喜得奖者。